2014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多次视察空军部队，体现出了对空军的高度重视。近日，朝鲜一对飞行员夫妇受邀表演脱口秀。우리는비행사들의해라고할만큼우리비행사들이정말경량은최고사령관동지각별한사랑과운동을받아놨다고말할수있습니다这是朝鲜空军飞行员夫妇的脱口秀节目，脱口秀从他们如何成为夫妻等轻松的话题展开。키큰사람싱겁다고받았으니부대적으로제키가크고해서처음엔잘몰랐댔는데어쨌든어떻게된용문인지자꾸내눈앞에얼른거리는것이아니겠습니까군대가얼른거리는것은없습니다脱口秀的话题随后转到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部分台下的观众还流下了眼泪。신이자신의곁에세워영광의기념사진까지찍어주실때난정말이지나를낳은친부모도주지못했던사람上月30号，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段纪录片中，首次公开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驾驶飞机的画面。